这样啊，甄媛呢脑子里想几个形容词，形容一下这些哥哥姐姐，每人一个，一个词儿都不能想。褒义的还是中性的？你尽情夸，尽情夸。那我从晨哥开始，晨哥开始。但是我们能不能先把这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拍一下？啊、可以，好吧，来，我们大家一起喊一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带大家一起吧，好不好？绕一圈吧。带我们所有人跟我们一起喊一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好不好？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好吗？来，三二一，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发布会现场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然后这是 TV， 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在做一些测试，还有我们的 MC。 发布会在重庆，因为就是热闹嘛，因为提起重庆这个城市，大家想到的就是热情活力，火锅热气腾腾，烟火味十足，也是因为我们跟重庆的缘分吧。我们第一季最后一期就是在重庆拍的，再一次第十二季之后重新再回来开发布会，我觉得也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反正都已经说到我们来到了那个重庆了，那想请PD来抽一下我们重庆美食的一个关键词。麻辣鲜香，麻辣鲜香，我想到的是重庆板凳面。重庆的朋友，我们组里的小伙伴说，你们一定要跟他们讲，你是外地人，他别给你做太辣，一定要说是外地人，他才可能不会那么辣。其实我们这个美食是，蛋饼牛肉丝。我知道啊，牛肉丝我吃过啊，很好吃啊。哇，我能等会儿吃吗？下一棒接的是甄媛吗？有什么想对甄媛说的？我想对甄媛说，因为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跑吧的发布会，等一会儿好好表现，然后也期待一下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更优异的表现。上一棒姚PD盘给你的你，我们回到了你的家乡，你有什么好的景点就可以给我们第一个推荐的？红崖洞，因为那有点像那个现实版的千与千寻里的场景。对，然后呢，我们上一棒也是那姚PD，他对你交代的是他发布会好好发挥。是吗？嗯。要PD 看我表现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了重庆嘛，然后我们有很多重庆的那个小小零食啊、美食的，来，我们抽一个重庆美食。这个吧。老少皆宜。老少皆宜，火锅儿、拐味辅导、豆干儿，真的，猕花糖的，猕花糖。这其实就是甜甜的，然后它算一个小甜品吧，应该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尝一下。那我们下一棒就是这样传给我们雨琦了。哎呀，雨琦姐姐说一下，雨琦姐发布会好好表现，要PD告诉我的。她说不表现好要发红包在群里。哦，嗨，我是雨琦，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我们的这个第十二季《奔跑吧》的这个发布会，咱们就是《奔跑吧》这个节目啊，第十二季可以大红大紫，大红老热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是雨琦第一张个人的首张这个迷你专辑，然后里面的主打歌呢是叫《废》的歌。给大家小小的唱 She's certified free 10 days a week， 有个非常适合夏天，然后呢舞蹈也非常的有记忆性，也有很有挑战性。Hold up, wait a minute. Okay.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Stop, hold up, wait a minute. Everybody knows that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higher. I'ma go to town on my friend. She is certified freak.大家可以多多参与这次舞蹈的 challenge， 哎，多多喜欢雨琦的新歌。好，那我们接下来到了重庆嘛，嗯，雨琦来吃了什么重庆的美食了吗？其实因为现在没有机会出去吧，因为我们一直在录节目，就中间可能会吃一些小吃。但是昨天跟沙哥录节目，一直在说这个江湖
菜，因为爸爸妈妈来了，所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可以去吃一家。没准今天晚上本来想去吃酱油。噔噔噔，多重味道，就是又甜又咸，然后又辣。我昨天其实一来酒店，里面有一个他们给我们准备了那个就是小吃盘儿，就我叫不上名，但是有一个就是那种坚果豆啊，类似那种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这个叫外味胡豆啊！我昨天就是吃的这个，我又甜，然后外面那个皮就有点像胡椒粉的感觉，反正就是辣，但是它这个里面是咸的，所以是多味吧。嗯，好吃，推荐大家怪味胡豆。怪味胡豆，好的，范丞丞同学，请你接棒。嗨，今天做一个车上的巡台，去发布会的路上。请问一下程程，这次来重庆都做哪些准备呢？为了跑男减肥了，从我的脸上应该能看出来一些消瘦的感觉，是心跟身体的双重疲惫，还有胃的疲惫。只有你吗？是所有人。昨天对他来说可能不太美好。孙谦，可怕。孙谦，生日快乐。豆香四溢，给猜一猜是啥？豆花，响铃就往火锅猜呗，怪味豆。公布答案是豆干儿，羊角豆干儿。好的，我把它保存好，看上去就很美味的美食。10年之后再开封，现在我的胃接受不了它。没事。好，现在我们把这个交给白露。露露也来抽一下。属于你的这个小吃是什么？抽一张，呸！香香脆脆，来猜一下。应该是那种贡菜，类似锅巴的东西，类似做法接近。香香脆脆，油里过过一下，炸辣椒。哎，香脆椒。哦，香脆椒。好吧。好香，我们还有一些花生。但是它是有点辣的，吃到最后是有点辣的，好吃，微辣。我们还有一个对手势舞的挑战。好。接下来我们要把镜头给到谁呢？猜下一位是谁？大家好，我现在在美丽的重庆。我们在重庆呢要录制3期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在重庆是开我们这个第12季的发布会。香辣爽口是什么呢？夫妻肺片，爆炒双脆，还有就是可能是酸萝卜。现在是其实是重庆特色美食，吃一口麻花，你可以感受一下。香辣爽口，一点都不矮。给你选了原味，考虑到今天您发布会，但是很脆，很香，很好吃。期待一下我们在重庆的录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发布会，拜拜。现在我们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上场了。哎呀妈呀，这是可多了。这个整，这都能拍到了。好吧，到了我们的现场，直接到了。来，那我现在把我这个手中的这个机器给凯凯，一会儿在舞台上由凯凯来完成其他的活动。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奔跑吧的老朋友了，伊利安慕希。有请伊利集团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张硕先生。看一下啊，很多人。没错了，这个就是我们每年一年一度的发布会的现场啊。
在座的都是各位媒体还有客户大大们大大们啊，说即将上场了，用三个字形容一下自己的心情是什么？三个字形容一下自己的心情，此刻很激动。请用三个字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三个字很开心。好普通啊。请用三个字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非常好啊。请用三个字形容一下此刻自己的心情。三个字啊，好开心。好普通。好，非常不错啊，咱们要改一下。十二计非常好，很点题，很扣题啊。好，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口香糖吗？来不？知道。揭晓答案吗？这个是花生牛皮糖。哇，好香啊！而且用的芝麻非常香，还是很有嚼劲。大家期待一下发布会，加油！好，这样啊，真源呢，这土著哈，给你额外增加个任务，脑子里想几个形容词，形容一下这些哥哥姐姐，每人一个，一个词儿都不能少。感情是吗？你担不担心他想的什么词？褒义的还是中性的啊？贬义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先把这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拍一下？可以，好吧，来，我们大家一起喊一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带大家一起吧，好不好？带我们所有人跟我们一起喊这个“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好不好？啊，肆意奔跑，无乐不作，好吗？来，三二一，肆意奔跑，无乐不作。